你看嘛、啊，你这鞋子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早。今天是在小琉球的第二天，一样又要继续的骑车、骑车再骑车。现在来到的是哈板湾沙滩。听说这个沙滩是比较干净，水也比较清澈，适合玩水。所以如果有想要玩水的同学们，可以考虑来这个地方。因为水质很清澈，在岸边也有机会看得到海龟，所以我们一样来这边碰碰运气喽。有沙滩，有清澈的海水，但是也有很热的太阳。小心沙吗？欸，玻璃碎了吧？玻璃还有彩色的。啊，玻璃不能彩色的啊。我玻璃特别的管啊，一挂迄种密度管啊。离开了哈板湾之后，我们就来到了龙虾洞。哦，这个天气真正有热。有吗？耶！真的吗？耶！哪里啊？他在那里呀、啊。对啊。那一只啊。哦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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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只。在那边啊。在那边。我在那边。哪里？那边呢？我回来了。哎。哎、欸，那他懂了。有啊有。非常的开心，幸运的看到海龟。在看完海龟之后，我们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吃在地人所介绍的午餐。中午了，好热，来吃饭。这间是在地人介绍的，叫做蔡妈妈。听说她的鬼头刀炒饭很好吃，所以今天就进来试试看。哦，鬼头刀炒饭啊，那个在地介绍，讲未使讲出来。这就是鬼头刀炒饭，所以这是鬼头刀的鸡鸭吧？对啊。它这好像是那个。鬼头刀的鱼，洋鱼哦，好像有味道，鱼干那种感觉。哦，好吃吗？应该炒得不错、啊。嗯，还不错啊。看、啊，多一只筷子跑出来。这个吗？看我家。甜甜的鱼。那就是鱼，鬼头刀晒过的，对啊，鱼干啊，鱼干啊。
好吃，甜甜的。来来介绍的，公司来介绍这间的。最重要是它炒饭好吃，哎，味道。炒饭好吃。它炒饭够好吃。然后再配它的那个锅烧意面的汤，真的赞了。你也喜欢玩啊？嗯。真正嘞，绝配吼。绝配，而且60块。对啊，真正绝配。吃完在地人所介绍的鬼头刀炒饭之后，我们就要去潮间带玩。听说这个潮间带是个秘境，走，跟着我去看看。这是秘境的一种吗？我们要走秘境了。哇，刚好啊，这个天气来这边涉水不错。走远一点。哎，看起来走很远。我你干脆不要穿鞋。搞笑！那鞋子也掉了。我干靠腰！行，走。你还好吗？海龟底呀，海龟底呀。海龟底呀。不要碰瓷。其实只要弄着才会疼。摸，开完再用手去摸，它会变色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变色了哟？变色就够。开完。太深了。对啊。要等很久。哎。他说拍照。开完。好了，我给他拍。拍完哦，拍照完的话，有刚有一只啊，我就把它放回去了。咦？够，那个洞，这个洞进去。Okay. 秘境下下叫。陶哥很会带，陶哥都让我摔倒。嗯，就是故意要让你们全部湿了才能回家的。哇塞！你快到了啦，你200公分。哇塞，这个，哇！他所以每天都在这里啊？啊，我没有啦。我记得最早的时候，最冷地的时候，他有带客人过来的，差不多3点、3、4点。那这个时候就是退潮退冷地啊。不，今天跟昨天没有退冷，要三点过后才退的比较低。哦。要三点过后，3、4点的过后才冷。最低的。最低的。啊，所以这涨潮会把这山洞淹起来吗？啊，没有关系，涨潮不会涨很高。哦。因为你台风天哦。哦。还是外流，反正就不能过来了。哦。所以说我们带客人呢，我们这样讲。嗯，来，我们往右边走啊，往右边走，要介绍生态。哎、欸，好多鱼哦，你看。对啊，你看，多小鱼。哎，钓出来了。
脚下都有洞，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脚。慢脚。带回家。还有人呐、啊。欸、好软呢、啊！啊，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。弟弟，差不多还没不到啊，还不到啊，离我们走过来的。蠢蠢的，技术的。不会刺啦。好，海胆。你刚那个海胆，这个也跟人家讲海胆，你是全部都是海胆就对了。哎呦，它在动哎、欸。它本来在动啊，不然呢，海参不会动。好晒哦、喔，真的好晒，晒死了。海星呢？派大星呢？不要那个，他不是派大星吗？来，杨蟹子五爪星来。杨蟹子，哎、欸，我不要。来，杨蟹子五爪星。五爪星，派大星。阳光的阳，阳光的阳。我不要，隧道不要。不会，我一次我不要。五爪的爪，我不要。给他们摸。啊！刚才我爽了，靠腰超了，好爽了。派大星的，好爽。派大星的，好爽。你不怕、啊？哎呀，我啊，不要扯到他。啊，来，哪一只？抓什么？海兔吧。哎、哦欸，海兔，海兔你好。现在哈、哦，我讲这个绝种啊，看不进来啊，这秘境快掉呀哈，啊，这秘境看得到嘿。这个以前的我们的在地人说海猪啊，海猪啊，啊，现在种海兔跟海牛，啊，等下它打开哈、哦，它会打开。哎、欸，打开，伊也无即个哦，软软嫩的，又是软的，啊，硬的是硬的，哦，啊，这绝种啊，看不着啊，啊，那个普通的朝天带，啊，这个秘境哦，什么生态都看得到，哦，啊，这个大蟹只，有公的跟母的，嗯，可爱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啊，你不能叫吼，这年轻人比较，它是软的，哎、欸，软嫩的，嘿、欸，它会哦，公的会找母的交配，母的会找公的，好痒，哎、嗯。哎、啊，也透钱包吐那个葡萄色的汁哦。哦，真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我晕倒。下去了。我假装下去。来、啊，海葵，我想吃呢。好来，自由接，插不住了。手指走。啊，对。哎、欸，海葵，我接走啦。哦，接走。哎啦，还可以啊，还往你右手去摸。哎、欸，来，往你来。哎、欸，要听老板指示，要用手去摸。要跌倒了。会怎样？什么感觉？这被整个吸住。你不要怎样？他在吸你啊！他吸你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给美女啊！帅哥拍，拍摸完给美女，快来！来，海参来！好软哦！老板把它摸硬了。哎，这是外国的啦，外国的海参。哎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有血，有血。那个是他的汁啊！真的假的？大便，他大便，分泌物。你看啊，你这鞋子，他救不回来了，他真的救不回来了。可以，你就这个脚吧。你要害我摔进去啊！那边有那个，他真的救不回来了。哎，可以哎。压迫哈，哪里有洞？海，伊也饲盘，内底海水啦。哎，啊，若无饲盘哦，体长也完整好好的啦。哦。哎，啊，你啊，讲你啊，厝啊有水族箱哦，无关鱼球，这唔叫江水啊。哦。哎，啊，这大细粒。海葡萄。哎，这种细粒未啊？又是你。所以鞋子永远不会穿好。你要不要不要穿鞋子啊？Placed at pleasurable distances. Oh, man, huh? Oh, yeah, eh? Okay. Oh, yeah, you're fishing, yeah, bro. Okay, say, just wait, Peter. 原本是那个颜色吧？那变这个颜色，变色珊瑚，这里啊。没有颗。他摸完了。对啊，还有一颗，他都一颗没有摸，你可以摸。这里啊，抽取背。不要看哦。他拿来。我这样子，我亏钱。哎，亏。看看啊，这家不？看，哎，有，哎，你看，这个家不？哎，这里啊，这边还一颗。不然三粒吧，啊，剩两个两颗而已啦。一颗哦，大颗的变焦化桶了。抽取背啊。啊，我们去帮哎，再打开一盒起来。好像那个。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好像那个大亨堡上面。真的嘞。哎呀、啊，海蛇啦，一条啦。海蛇。掉啦。哦哦哦哦。有，
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土哎，前面的土在自动跳，你等一下。哦。我唔知哦，你唔敢摸哦。啊，不，你们讲拢爱摸一下。那伊在地唔敢摸，就真正袂使摸。哦。啊，摸鬼蛋，叫啦，叫摸鬼蛋，叫。鬼海胆，哦，快点啊，哦，出过来了。哦。摸鬼蛋。我的吗？切切切。太夸张了吧！切切切呢？摸鬼蛋不能碰啊！你若碰，有毒。你啊，你若摸着哦，真哦，马上出掉啊，马上出掉啊！哎。那边。怎么样？毛毛。对对。不，很长的海参给你们看来，注意看。我刚有看到它哎。很长的海参即将出来。我刚有看到它，好长。哇靠！你自己摸。哇哦。哦，鸡啊。这里也有。哇。这里也有。那个袋子比较小了，袋子比较大了。它太，天哪！哦，头变变。小琉球的潮间带是非常的有名，你看丰富的生态在这里，所以有海要来小琉球玩的人可以安排一下潮间带的导览，但是记得哦，要请专业的人带哦，不然这边会非常的危险。从秘境的小路出来，就可以抵达了二伯母麻花卷，顺便买个伴手礼回家。好甜哦！听讲这间较有名。你先喝一口。啊，有退我的，还是你先喝一口？我也要和你讲讲喝。买完了伴手礼，还完车之后，我们就要坐船回去喽。到了下午，这里就开始会下雨，风浪应该也蛮大的。所以会晕船的同学们记得提前吃晕船药。OK， 小琉球的两天一夜之旅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